随着气温升高，蚊虫多了起来。除了市面上的防蚊驱蚊产品之外，最近市场上又出现了一些有驱蚊捕虫本领的植物。商家说，这些植物买回家不仅可以观赏，还能够做到绿色无毒防蚊。那么植物界里真的有这么神奇的防蚊高手吗？来看报道。记者在广西南宁一家花鸟交易市场看到，不少店铺里摆着一些形状各异的蜘蛛，例如张着血盆大口随时等待捕猎的捕蝇草，自带口袋守株待兔的猪笼草等等。店铺老板告诉记者，这些可以起到驱蚊防蚊作用的植物，每盆价格在十几元到二十几元。随着夏天来临，前来购买的市民也比较多，市民王女士就一下买下了六盆猪笼草。观赏哦，好看哦，能来捕蚊子啊，它里面有水又多，还可以。这个最近因为热天嘛，蚊子比较多。据了解，捕蝇草、捕虫堇、猪笼草等这类陷阱型植物，会通过蜜腺、香味或鲜亮颜色引诱昆虫进入它们的牢笼来进行捕食。捕蝇草就是个陷阱型的，像一个夹子一样，当我们的苍蝇落在里面，然后它就会夹起来，这时候呢，两边就会分泌消化酶、消化液，然后进行一个消化，它之后就会被吃了，像一个空壳一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薄荷、迷迭香、柠檬桉树叶等具有较浓郁气味的植物，可以对昆虫起到一定驱避作用。但在正常情况下，像驱蚊草等驱蚊植物扩散到空气中的香味，远不足以对蚊虫起到驱散作用。日常防虫还是需要依靠人为物理防护来完成。住的房间面积比较大，而且它常年通风，所以的话它散发出一定的香味的话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，所以的话它对驱蚊效果没有那么好。